如果这个世界价格可以决定一切的话，就没有高端用品，对不对？为啥那些女孩子成天买个香水口红好几百好几千，真的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自己觉得不一样。这种号也是有青蛙词的人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特别的有信心。咱们就随便，对不对，去朱子找109级队伍调戏妹子，妹子肯定给我回话啊。好，我们找一个妹子啊，哎，咱们得找同样有九尾冰壶的妹子啊。好，正好109啊，关注你很久了啊，每天你都是这个时间在组队啊，用小号关注你很久了，每天这个时间在组队啊。我觉得你的名字啊起的特别单纯啊，为了有机会啊陪你一起玩啊，我特意买了一个号啊，恰巧有青花瓷锦衣啊。看怎么回我啊，你是老王，老王我操你太主动了，算了啊。还有个妹子给我发了个挺17的表情啊，这种带成就装置的99%是男人，我觉得男人不会叫骨头啊，他的名字应该是很早很早之前改的，还没改过，你看他的 ID 730也很早了，109满人修2700，159才3000啊，109是7修满2700。这妹子不回我呀啊。老王每天看直播，这个点看直播，我觉得你能成大事，谢谢。回我一下，我好下了啊。老板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算打脸了，青蛙自己没回你，操啊。青蛙丝白买了，这5000块钱扣了吧啊！关注我干嘛啊？我觉得啊，你骑狐狸的样子啊特别好看啊，我特意买了青蛙丝锦衣配你，我们一起啊种树苗吧啊！他骑的不是大象，人家刚才我特意挑一个九尾冰壶的妹子家的，他在这来回跑呢，这有个天使猪猪。你加错了，怎么可能加错了，我兄弟们我加错了吗？一个妹子一闪而过骑个九尾冰壶，我点着他尾巴加的好友啊。来，我邀请他进队试试啊。这个去109级真是多呀。我操，骨头呢？给我删了。我的最近联系人怎么没有骨头了？哎，把我拉黑了，操，以为我是色狼。哼，恭喜你猜对了，老板就是色狼。不色狼你为什么花5000块钱买锦衣，对不对？锦衣又不加属性，还是对女队友有一些啊心思啊。完了，妹子给我拉黑了，行了，给号下了啊，拜拜。